千千万又来了，哎，跟你们说一样东西，有看到了这个气势吗？其实弄得很干净的，只不过我也就喜欢给你们看，就来多一次。有没有看到我手上？第一包子，第二牙膏，什么牙膏也可以，就很简单，我都用起来把它干掉。那我怎么用呢？很简单，就是牙膏。已经堵塞了了，已经堵塞了。对，那只也堵塞了，算了，拿起来用啊。那我用那只先。来看着，什么牙膏都可以。你用的时候呢？你用的手指呢？给它放一边。好像不要给它挤进去，挤进去就是浪费。我这样的方法呢，因为你没有东西代替到它，能够黏住个厕所，可以好像将它的污垢慢慢将它吸出来这样。所以我当我弄了咗之后呢，你不用洗厕所，等到24小时，明天洗厕所也可以，后天洗厕所也可以。为什么？就是很简单。咁啊，我知道哇。因为那只牙膏已经过期了，不要紧，不怕浪费，我不会浪费东西的。咁啊，然后将啲牙膏挤进去。所以我本来我厕所好干净的，为什么我两天先洗一次？所以这样，然后呢，拿报纸，我教给你拿报纸怎么洗厕所。报纸，拿把水水，咁啊，啊，系咁拉水水，拉了就跳。将它，因为厕所每个款式不一样，有个凹凸洞的，你只能将啲牙膏，这样涂均匀了，最好一条坑也是涂进去，没关系，涂进去，尽量将它均匀，整个厕所沾满牙膏，你不可以立刻洗，立刻洗没有效力，要等到明天。24小时，最后你晚上睡觉前弄一下，比它比较容易将个厕所好像各种保护黏住个厕所，没有这么容易将最重要条汗，那条汗最安静的了。所以我不怕对你说，我真很我个人不怕安静的，没办法，用只手擦下去一次过没关系，因为为什么将你牙膏完完全全覆住个厕所。然后多余的不会堵塞的，因为你不会很多，是单张的包子堵塞这里。咁啊，然后啊，你或者你给一点点水湿的包子就可以了。咁你别管它，到明天，如果到明天24小时，一个星期也可以，别管它。当你洗的时候，它自然的牙膏，因为现在靠那牙膏粘住肮脏的东西，令它。黏住，好像你放什么东西它黏不到，它很滑下来。所以我用牙膏的方法就是清洁彻底，清洁它的。自从用了这种，我至少没有臭味的，就是这么简单。用那牙膏覆住这边，别管它。等到你要洗一个星期来洗也没有问题。咁啊，譬如说我小完便啊，冲水什么什么东西，别管它。因为牙膏它当你有洗的时候，自然它就会洗掉的了。所以这个方法 good idea。 本来我厕所没有怎么清洁的，自从我用了之后，第一臭味减少没有，第二它比较很白，因为你用普通的什么什么清洁剂很滑，你放洗衣沙子流下去没有效力，所以用牙膏是 number one一级棒。所以我想到哇，真的很好的发明，如果你觉得好用，希望你们用得很开心。好，拜拜。